你有这个福气离开宫里，去过平凡安然的日子，就要好好珍惜眼前人。他们都以为我没用了，还早着呢。听说皇上负了金氏为嫔，令嫔怎么这般着急？是在担心什么呀？有人告诉儿子，孝全皇后当年是如何害死了额娘。方才三宝急报说，大阿哥怕是不大好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如懿传》。